司法法制的招委要排出来的这个缘故，这么多大家关心的问题，部长现在也不在，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请问部长什么时候愿意出来面对？他既然有办法去面对所有平面媒体提出的质问，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代表民意来问部长的所有的问题。部长什么时候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回复？麻烦一下，告诉我们一下，部长什么时候他可以接受我们的询问？部长他当然会接受质询，那他今天刚好是真的有事情，那委员也到了部长办公室都看到，我觉得就是。